今仔日呢，就来感谢俱乐部的 VIP 们悠悠妹大力的支持。也希望呢，悠悠妹呢也可以唱一下我的歌，然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也可以上你的直播，然后我们一起飙唱永远。你说好不好？你讲好不好？好，楼顶就好看。哟，阿丽，你有在看吗？我希望你来我直播，好不好？我大声呼喊，如果你来的那一天，我可以跟你高歌一曲，好不好？刚好巴西他的乐器。换一个 pose， 好，再换一个 pose， 调换的，来来来，这么快吧？就是催眉。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太迷人，去直去哈。找我的脸，我擦烂你。好，大家好，可以吗？老公看到开心吗？嗨。他应该会开心吧？对啊，你有很多话要跟他说，是不是？当然有啊，对，婚姻嘛，难免会有一些负能量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平常是啊，少争执很多。小争执哦，也还就是生活上的琐事啦，生活习惯啊，小孩教育观不同，对。怎么说？我觉得加减啦，因为只要是婚姻存在的，就是两个人共处，因为来自不同家庭，当然一定会有一些纷争。哦，所以现在夫妻状况还好吗？夫妻状况哦，哎，还不错啊，还没离婚啦。等我有一天要争，就是公开争老公的时候，就是我离婚了。哈、哦，目前还没有，目前还没备案。备案哪里来的备案啊？谁敢要我啊？对啊。